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光哥。明天呢就是老爸的生日，现在呢后边的兄弟已经准备过来帮手了，还有就是大嫂啊、二嫂啊他们，后面我妈妈上来了，看到了吗？我老妈在后边。现在呢准备呢就是把这个胶纸拉下来，搞个棚，然后呢就为了遮太阳，还有就是遮雨，风雨不改。刚来一下。坐嘞坐嘞。现在准备搭棚了，大哥二哥。现在还要拉多一块。好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您看了后边的，基本上都搞得七七八八了啊。幸亏了好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来帮忙。当然了，到时候呢，他们家里有喜事的话呢，我们一样过去帮他。这是农村的一个习俗，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传统文化。妈妈。哎。招商啊，这是光哥的子女，今天在学校回来，放假的哈。对呀，放读书假的。哦，放给了你。大年。哦，是他爷爷生日，也是我老爸生日。这是谁？安妮啊。是吧？这也是我的侄子，是我哥的儿子。我是他的侄子，光哥的侄子。也是读高中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快读大学了。必须的。好了，终于搞好了，你看，上下左右就算吹大风下大雨也不怕。现在是下午的6点多了，是吃晚饭的时间，真正的喝酒的是到明天。